那四个了呢？吗？好了，来了来了 ，OK。哎呀，美女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你们想让谁回答我们的问题？兄弟们，你们想让谁回答我们的问题来？到底选谁？你看你们这帮人，一天的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。你呀、啊，你们都喜欢妮妮呀、啊？完了，今天妮妮，你在993你比较吃香啊你。其实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我都喜欢，我都特别喜欢啊。我先问你个问题，等会儿做动作的话，是你们五个一起做呢，还是哪一个人单独出来做呢？都可以吧，或轮得上，一个也可以。咱们都是。我的天，你的声音这么好听，厉害了。好吧，那来吧，那我就走曲了啊！你们听好我的音乐啊，这个音乐，你们应该跳欧美的和韩舞比较多，所以呢，我这回给你们整个日本的。这还是韩国的好像。一个动作啊，我们兄弟们都喜欢你们团，刚才你们团一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是打满屏幕的腿，所以这个动作特别简单，五个人一起全部一字马摆好队形，给大家比一个心形的动作。行，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哎，有一个压不下去，卡卡是吧？是不是卡卡压不下去？好了好了，可以起来了，可以起来了。我感觉刚才那个动作，如果说拿照相机拍下来，拍成高清的话，可以做我的电脑封面了都。每天打开电脑满屏幕的腿呀、啊、我的妮妮和甜甜，你给我去边去，妮妮和甜甜是我的。这个手势是干什么？你告诉我你们在什么地方？我订机票，我助理呢？我订机票。
你们第二个动作比较简单了，我不知道你们跳过那个舞吗？不知道你们跳过那个舞吗？基本上年轻人都会跳吧，在我这个年龄段的话，都会跳这个舞，这个就比较简单了，兔子舞，听过吗？听过吗？不是这个兔子舞。排队的那个，排队的那个，前后前那个，哎，不对，这个曲儿不对，我走乱曲儿，走乱曲儿，哎，这曲儿不对呢，我找到兔子舞啊，啊，这个对了，这个对了，来吧，得排成队，排成队，对对对，排成队，哎。对，左腿两下，左腿翘两下，右腿翘两下，然后往前蹦一步，往后蹦两步，然后往前蹦一步。哎，不，往前蹦一步，往后蹦一步，然后往前蹦两步。Go go go！ 对对对，左左右右前后前前左啊，对对对。对兄弟们应该都会跳这个舞吧，我是会跳，80后都会吧，啊，对，他们90后，我错了，代沟这么大吗？我跟90后我要死啊，你才30呢，我29岁半，那好吧，跟你们来个简单的动作吧，你们五个都会下腰吗？给大家下个腰得了，好吧，第二个任务就给大家下个腰得了，好不好？应该是可以的吧，或者抽出来3个人下腰。谁会？没有一个会的。来，你们起来，让我来，我会。来吧，就你们三个了啊，就你们三个了，来吧，下个腰，哎，下个腰就 OK 了啊，你们的任务就完成了，还有26秒，还有26秒，对对，我的天。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起来了，可以起来了。我怎么又看到了什么？官方不怨我，我要。